元与谷谷低调交往十年，过去受访时总以好朋友互称，直到今年四月底才首度公开两人恋情，并大方晒出亲吻照认爱。大元将在本月14日迎来34岁生日，男友谷谷则抢先一步12日就提早为他庆祝。大元透过现实动态晒出了男友送的礼物，包括对方的手作卡片，上面亲笔写了生日快乐四字，还画了几颗大小不同的爱心。同时男方也准备了礼盒，宝蓝色的包装搭配红色缎带，看起来十分精致，一旁还摆着两人的甜蜜合照。对于男友的心意，大元笑称不善于表达的木桶，简单一句就胜过许多甜言蜜语。事实上此前大元曾坦言两人恋情憋得很辛苦，公开之后舒坦许多。至于双方爱情长跑多年，是否准备步入婚姻，他则笑说准备规划了，但澄清谷谷还没求婚，因此应该没那么快传出喜讯。Bye.